This is Yongxing Island, the seat of the Sansha city government. It is a national model for growth in the South China Sea. Chen Yanhua, deputy director of the island's work and management committees, is responsible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. He believes eco-protection is indispensable to safeguarding sovereignty. 首岛就是首坡，首坡就是首家。原来这一块基本上都是大型的一个垃圾场，整个把我们岛的那个生态环境就破坏掉了。三沙设施马上就进行了个岛礁综合整治，首先岸线修复，然后进行大量的植树造林。现在我们永兴岛的绿化率基本上达到 95% 以上，裸露的地方基本上都绿化。这一块就是我们的针叶樱桃园，它的占地面积大概是1000多个平方。 这个针叶樱桃果啊，它就是那个 VC 含量特别高。我们岛上以前长期有很多那口腔溃疡，那么这个果吃了以后啊，效果很好。我们经过不停的那个试验以后，拿椰蓉跟那个珊瑚沙在一定的混土混合搅拌，它的吸水性特别强。那么它跟沙土混合在一块以后呢，起到了锁水的作用，而且呢就把这个土壤就彻底改变了。Approximately 550 tons of treated water per day is used for greening. 我需要大量的水来进行绿化。这个绿化用水我要用那个海淡水来化，成本太高啊，所以说我们正好变废为宝。 用种子发出来的一种苗，咱们主要重点的是嫁接，把它的枝头剪下来以后，进行插着嫁接的，它的成活率就非常非常高。我们这个苗圃是建立了有2年多，日常的话，每一批次大概有4到5千棵苗，它大概培育了有20多万棵苗木出来了。